26岁前，主播李艳秋消失荧幕多年，近日却传出身体出现状况，只能依靠助行器行走。李艳秋表示，这次动了3个多小时的微创手术清骨刺，用2根铆钉缝合破裂处，第二天就出院。算算腿上的铆钉，右四左二，已经有半个机器人的腹。上回动完手术1星期，就急着回健身房，一个半月就撑着拐杖游欧洲，被医生念很久。这次乖乖等拆线，乖乖用助行器。他表示体质老化，我继5年前右髋手术后，左髋又出了状况。这次的病名比上次更长，左髋关节原外伤性软骨破裂合并髋臼关节压迫症候群及关节炎。医生诊断他不能再长跑，连走路都要停下来敲敲打打。这次手术也让他突然醒悟，人生进入下半场，不能总纠结在我无力改变的人和事上。我能干掉自己的骨刺，但拔得了长在国家身上的骨刺吗？我连自己养的狗都叫不动，能改变那些目空一切的政客吗？我问自己，你还有梦想吗？你还有现在不做以后会后悔的事吗？于是他最近背起吉他，撑着助行器开始上吉他课，因为期盼在人生里不只有喧闹的政治，还有庆皮的音乐。梦想是没有年纪的。他早年曾任职于中华电视台新闻部，做过记者以及主播，也曾主持过台湾的举光日电视节目。李艳秋40年前主持教育性电视节目《每日一字》，因为字正腔圆与笑容甜美，在短短几分钟内为观众介绍字词，而成为家喻户晓的华视当家主播，也因为主持举光原地而红极一时。接着她和老公李涛又跳槽到了 TVBS 主持新闻夜总会，10多年来创下许多优秀成绩。如今两人结婚已经将近40年。近年来，李艳秋与李涛双双淡出荧光幕，他们从压力极大的新闻工作中退休，现在过着养生健身的简单生活。过去李涛与李艳秋双李夫妻称霸电视政论圈20年，俨然成就了一个时代。当年他们二人一起退出，2016年媒体好友建议两人转战网络直播平台，结果李艳秋想了一下就答应，回味2年多重新和观众见面，还找来歌手李健富一起说故事，淡淡唱唱，第一次直播的流量就冲破5000人。根据联合报报道，李艳秋说，时代变化太快了，现在直播一个盒子就可以做到 5G 转换，只要2个工作人员就可以做到切进 VCR 上字卡，甚至可以与外面的人连线进双并画面。当技术更加成熟，现在的电视就会慢慢的 out 了。李艳秋还说，未来李涛也会跨进直播这领域，但他不碰政治，不聊时事，只谈他的教育下乡经验，未来他会继续直播评论政治，而李涛则会聊他的满腔热血梦。问及会不会眷恋过去呼风唤雨的时光，李艳秋淡然地说，过去的日子已经过了，你若想着不放，他终究仍会离你而去。李艳秋表示，自己过去从主播转战政论主持，到后来退场写作，都赶上了最美好时光。过去在老三台的风光时期，有最好的资源，最棒的舞台让我们去学习，后来有限兴起，我们进去做出成绩，如今有限慢慢没落，网络兴起，我们也离开了。前几年李艳秋与李涛夫妻俩接受了一件衬衫的专访，公开了二人退休后的情况。工作一直都是在跟时间赛跑，但你从来没有跑赢过。李艳秋笑称自己从来没有优雅的生活过，也曾因为工作压力大，晚上要靠安眠药物入睡，最后请辞节目主持人，现在我要当一个优雅的老太婆。而李涛则说，新闻工作者长期担负的压力导致他一度赔上健康，所以我们现在就有空去健身，把过去虚掷的时间都补回来。过去当公众人物的时候需要接受众人批评，但现在李艳秋认为，我的角色要由我自己来决定。李涛补充道，拥有真我
不亢不卑，绝不受人家欺负。在工作中，专业定位相似的两人有着同样的感触，退休之后都想要尽情地做自己，不再活在社会给他们的框架里，也无需在意酸言酸语。对于物质生活，他们力求简单，虽然不是很会理财，但钱只要够用就好。李艳秋对于家中的极简风装潢十分自豪，多余的身外之物只会让人的思想被局限住。家是舒适休息的地方，车就是交通工具，不需要有多么漂亮豪华的排场，不是价钱决定价值，而是你的快乐才是最大的价值。他们在山上经营了一方小天地，虽然大部分时间都在城市生活，但李涛每年都要安排几天去山上，那里养了各种鸡、鸭、乌龟、流浪狗、孔雀，把家里搞得就像动物园，平时没事会在旁边种田。李艳秋打趣地说，我喜欢在山里抓抓蟋蟀，听听鸟叫，看到松鼠跑来跑去就快乐得不得了。李涛把城市中的家当成看书写作的地方，而山野里才是向往的乐园。虽然李涛和李艳秋崇尚真实自在的简单生活，但二人也忙于公益事业之中。李涛创立的关怀台湾文教基金会长期认养偏远地区的中小学，让偏乡学童得以安心上学，并持续补助清寒学生奖学金，希望为偏乡弱势孩童的教育尽一份力。李艳秋也认为，相较于过去的媒体工作，目前的公益事业才是真正为台湾扎根，未来孩子们的教育就是一切。有人想知道李艳秋当年为何突然请辞，李艳秋在老公李涛宣布暂退出主持20年的2100全民开讲后，也夫唱妇随，请辞 TVBS 新闻夜总会节目，最后一集于2013年3月15日播出。据了解，李氏夫妻所主持的 TVBS 政论节目因收视率一路大跌，曾传出让大股东王雪红及陈文琪不满，节目即将停播。虽然当时作为 TVBS 发言人的叶玉君表示绝无此事，但是在2013年3月11日却宣布李涛将为20年台庆节目下乡走访，暂辞2100全民开讲，也传出妻子李艳秋将同进退，跟着请辞新闻夜总会。该消息一开始曾遭到 TVBS 否认，未料随后发生戏剧性变化，李艳秋确定退出 TVBS， 主持到2013年3月15日。对于请辞一事，李艳秋本人也松口坦诚，除了因压力太大而服用药物导致身体出现问题外，也为了配合下乡的李涛，希望重新找回属于二人的生活。他表示，20年来，他每天晚上11点才下班，我们从来没有好好一起吃过晚饭，每天都被工作绑住，我的身体也需要休息，想要有品质的生活。李艳秋和丈夫李涛在电视政论圈的20年里，他们的节目收视疲软，几乎完全消失在 AC 尼尔森4岁以上收视排行榜前80名内，成本高，营收低，外传因高层施压不得不双双辞退。对此，李艳秋冷静地说，这么多年我们历经的事情太多了，还会在乎这些吗？不过他们也算名利双收，知名度高，影响力大，多次受政党邀约参选，李涛每集酬劳9万，李艳秋每集6万，夫妻一天收入15万，年薪高达4000万。待在 TVBS 这些年来，夫妻合体赚了至少6亿元。李艳秋的家庭情况又是如何呢？根据媒体报道，李艳秋从小就是家中闷女，上面有4个哥哥，因此可以说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结果这一切却在2017年的年初，他送走高龄母亲后，就通通变了样，兄妹之间因为母亲遗产的事情闹得非常不愉快。2017年2月间，疼爱李艳秋的母亲钟素霞高龄仙逝，二哥李金水向台北地院提起分割遗产诉讼，请求分割除了母亲的近800万元存款、台北富邦商业银行保管箱内 A、B、C、D 四代物品共计约33万元，他
桃园市中坜区不动产约575万，还另外包括李艳秋位于新北市的房子。他认为房子是母亲所有，却私下给李艳秋，因此请求将这笔不动产的所有权重新分配。北院开庭审理这起分割遗产官司时，李艳秋认为二哥实在太过分，在法庭上当面指责他贪婪，而李金水认为名誉受损，随即向台北的检署提起刑事公然侮辱罪告诉。李艳秋出庭表示，平时对二哥很好，不仅照顾他，房子还让他住，没想到哥哥还这样对他，真是令他难过。对于被指控骂贪婪二字，李艳秋宝刀未老，用字正腔圆的语气说，我只说贪，没有说他贪婪。检察官调查后认为，依照家事事件法的处理程序，该案已不公开法庭审理，在不公开法庭审理的案件并非公开场所，因此与公然侮辱的构成要件不合，处分不起诉。没想到李艳秋获不起诉确定后，李金水另辟战场，他发现母亲在2017年2月间去世后，同年6月12日，大哥李金贵拿着母亲在富邦银行营业部租用的保险箱钥匙开启保险箱。李金水认为，要开启母亲保险箱必须要用母亲的印章盖章后才能开启，而母亲的印章是由李艳秋在保管，大哥李金贵在未获得母亲授权也未经所有继承人同意就私自拿母亲的印章去开启保险箱，认为大哥与李艳秋共谋，因此对二人提出告诉。李金贵到案后坦诚是他一人所为，与李艳秋无关。检察官调查后认为李金贵涉嫌刑法伪造文书罪起诉，并向法院申请简易判决处刑。至于李艳秋的部分，则认为罪证不足，处分不起诉。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在许多人眼里，钱比一切感情都重要，真的是令人悲哀。